抱添一齐同你玩尽 AI 电脑功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丰泽抱添的 Anna。暑假话咁快就嚟到尾声啦，可能有唔少同学仔仲未收拾好心情翻学。好在今年有呢款新电脑陪你一起对抗长假期后遗症，帮你迎接新学期的挑战。它就是 Copilotus PC。NPU 執行力高達 45TOPS 速度，充滿電的情況下使用時間可以長達一整日，還內置了超方便的 AI 功能，不需要 set VPN 就已經可以用到。當你遇到複雜問題時，只要輸入問題， AI 就會逐步提供詳細的解答。 Copilot 還提供上傳圖片分析功能，只要上傳課本中的圖片， Copilot 就會幫你分析圖片的內容，那就不用再去死記硬背啦。相比起其他无上网功能的 AI Chatbot， Copilot 就可以透过Bing搜寻引擎获取最新的网上资讯，那就可以提供更加即时和准确的回答啦。当你完成学术报告之后， Copilot 还可以帮你进行校对，将内容翻译成其他语言，甚至可以利用文字生成图片功能为报告制作插图装饰，令你的作业更具吸引力。当你在网上看学术影片，有时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陌生的专有名词，有了 Copilotus PC 的即时辅助字幕功能，影片就会自动配上英文字幕，帮你学习更加多的外语词汇。而了解时事新闻对日常课堂讨论都很重要的， Copilotus PC 就可以帮你快速总结新闻报道，提取重要资讯和要点，节省你的时间，令你更有效地跟进最新的时事动态。Copilotus PC 是你迎接新学期的最佳伙伴，要成为学霸就是这么简单。现在在丰泽就可以买到 Copilotus PC 啦，快点去指定分店试下，或者在丰泽网店订购啦。如果想了解更多 Copilotus PC 的 AI 功能，还可以参加由我们抱添举办的体验工作坊，名额有限的，还快点上我们丰泽网站报名。